有人讲啊，你有钱哦，就有尊严。莫名其妙，尊严跟钱哪里有关系哦？哇，沙利大哥讲很多话都是对的，可是这次他讲错了。OK， 你要有尊严啊，你一定要谦虚。OK， 要尊重人家，还有要有知识。在这边 Jagualim 跟神导讲的就对了， OK， 可是我不否认啊，我们的 society 哦，很多都很欣赏这个沙尼大哥，因为啊他这样有钱，这样美，这样美的屋子，还有这样多漂亮的女神在他的旁边，这个我们很欣赏他。可是尊严跟钱是不一样的东西， OK， 你一定要记得。 And by the way， This is iPhone X， Not iPhone X， OK， 叫你的男朋友送给你一个，他就有尊严了。